虎哥哥。啊，你好吗？托你妈的福。你家高三啊？托你妈妈的福啦。托你妈妈的福，你就讲托你妈妈的福啦。嗯，在啦。虎哥哥。啊好。为什么你的心情那么叮叮当？难得我结婚一礼拜，我马上就要去行船，即马一去上少嘛三年五冬，把你一人这么水，我若离开，我心肝内一定真有出真艰苦，别气啊！你怎么想啊？你怎么在叫啥？我激动啊，叫他管哪里塞？你叫我的名叫 BB 啊？感觉比较好啦，唔免叫我观音啦。嗯、你正常安尼叫着我，搁一摆，拄只爱话搁接了。我要离开心关，一定真有准。你这么想，安尼也袂使，安尼袂使。你足奇怪呢。嗯。你叫一个名，本来咱两个人气氛就好诶，对不？啊！你不是伤高，就是伤低。啊！你拄才叫的哔哔，你是八仔食三棍。我呀，我伤高来接不准。哔哔。你免烦恼啦，虎爸。我知影你这摆去，啊，足久才会倒转来，对无？你做你放心，我这摆去哦，你要保重你原封不动高三到六克的身材，倒转来我看。是我回来给你看，你回来给我看。凊彩两个小看就好了。现在是你要离开，不是我要离开啊。凊彩啦，你也知道，我这次去一定好好打拼，赚足多钱倒回来。真是的吗？我要来去。五爸的，五爸的。安怎啦？你真是要去啊？我的口腰要去要死了，要去行船啦，你知无？歹势，我一边。我要来去。五爸，啊，你都要保重嘞。我知啦，你都要加过桥嘞。什么过桥啦？啊，过桥是咩过啦？哦，你是坐船哦。哼，未去。我你啊，行。坐船啊，我讲顺风。好，行，我要来去啊。五爸，顺风哦。好啦。等啊。创啥？你今晚是要去出海，还是要去做茶啦？我来做茶啦。啊，无你即马惊的是啥物姿势？诶，这顽皮豹的姿势啊！顽皮豹的姿势，我着讲吼，嫁你即款人以后吼，本来咱是足好个啦，啊，你着是空空不要理睬，反应够歹。嗯，这顽皮豹行了，你跳去船顶，毋知会较紧。安尼，我问你，你讲，顽皮豹食啥物头路？顽皮豹哪有着头路？顽皮豹是伊干干啊，唔跳舞着好啊。顽皮豹食啥物头路？你毋知？卡通咧看顽皮豹食啥物头路？哦，有差啦。油漆啊！错，嗯，顽皮豹在打啦，怕啦，你无看到迄吗？卡通顽皮豹只要一出场，嗯，打啦，打啦，打啦，打打啦，打打。哎呀，你卡巧哦！本来就是啊，所以就是反应慢啊。含这都唔知影，我搁问你，你搁问，红底白底乌底，什么底上热情？大家嘛知红底，你搁问大家拢是红衫，红公公足热情的。错。是安怎？乌滴，是安怎讲乌滴？啊，你唔捌听过乌滴？啊，乌滴热情啊！你这个蠢哦，你配合到真好笑。我考你上简单嘞。你讲，这英文要哪讲？一、两、三、四、four、four、four。哎，有一个二 r 二。现在 four。唔免哪等啦。好了。four。嗯。啊，那安尼嘞？真个不要。这样你就不要讲啊，对不？不要讲。安尼叫 four， 嗯，安尼叫 wonderful。怎么只会等你讲？准你的等啊！我一定爱离开啊！这班真是爱离开。爱离开啊！你来保重你的身体。拜拜。别客气，我要来去啊！啊，这个剧原来是乌弟的热情哦。啊，对啊，以前早期台顶就是安尼表演的，拢一段真精彩啊。哎呦，这真啊可怜，你敢那做苦力员的，吼，你硬红巴巴干的，你看嘛呀？哎，我怎
大小兵无？袂，你本来大小兵，无要紧。你同款。以前咱买 N D 个包啦呢。查某囡仔咩来晒红包？伊捌加包价啊。捌咯。捌啦，真实捌。十年嘛。迄度一摆啊，在迄间诶诶好莱坞啊，在表演嘛。哎呦，我爸甲伊真是变面。哎呦。伊场因为我包落人客比笑，人客包落伊就笑。哎，日本人足多啊。是。啊，人看较笑较热闹啊。日本人当然看查某红包足爽诶啊。唔是唔是，我是讲人客看我包伊啊，大家热讲种欢喜啊，变包落都拍半包落。啊，伊场我甲包二十几个，结果伊拢热讲，拢无讲，啪一下就过来，拄着我诶片啊，老片干。哦，过一遍，你还搁提起来讲，怎样是？无个长得好看吼。我有一段时间五百，其实是无搭档的时阵，拢个人做主持嘛。啊，对。对啊，那阵做歌星时，上伊节目真济啊，都在台顶啊。我会记你阵行咧，那足奇怪，我定咧甲你问哦。哦。你行咧，一般哎，多谢你欢迎大家收看咱这钻石点唱秀，真有礼貌。我看你每遍行咧，嗨，大家好，甲顶一头啊，你啊。这是真少人知影啦。系啊。这可能。因为较早哦，我真无啥头毛嘛。哎呦，咱拢有迄灯光，是不赖多，是不赖多。迄拍起你安尼，哎，哦，中一个，那是坑的，一坑白白啦，吼，都歹看，所以我咧徛咧拢安尼。不是讲无礼貌，无啥客气啊。坐楼顶看咪看会到，我是看到。嘿嘿，就该安尼。伊唔是干呐为着安尼唔敢敬礼尔，伊今日为着要来上恁两个节目，伊惊人看伊颔棍底，佮佮绑一条。你无绑，人唔知你绑几条，人顶多看看下他底呢。无影啦，这是装饰一下对无？我早起五百是足趣味的，无影无影。我从出道到今嘛拢是第一较济啊，大足长的时间拢第一。但今日吼，恁是钻石点唱秀，你头下你表演这段真精彩。但是哦，你早起是歌星啊，是是。今仔日一定要互你好好唱一个。真的假？真正的啦！哎，安尼兄弟就是安尼。对。但是你要好好唱，你好好唱呢。当然懂了。你我唱不会假调呢。别。我想想，久无唱，稍微扫扫呢。啊，这个提调我啊，不来。你敢那扫足久啊？吼。扫十多年呢，吼。你们就知哦，好，人较久哦，好。你今仔日线都较慢线啦，咪要无开啊？你讲呢？卖讲伊要线，我就想要线落去。我你讲，你何必一个人，人啊，恁一个人是嘛？你小人哟！我刚才被他省，你没给我发过来。哎，把这个省，哎，你叫我来放尿，台顶唔当都要放尿。哎，喂，查某，卖提出来，查某。你是，我即摆问你，拄只老师甲你讲人两小姐，到你人家长要从啥？你讲。啊，人杨广刚被我请过久嘞啊，让我出过唔捌请过。但是你也拄啊好，拄啊好就好啦，你唔当啊人疼。你接下落去啊，好不好？你今晚到底是？我是要来叫我开，叫你开钱，开钱。不是，这我两个。你做啥？你做啥啦？这我两个代志，哈。你讲。你今晚到底是要安怎？你拄只唱我长啊，今晚唱只短。啊，无变啊，长嫌伤长，短嫌伤短，变安怎？拄拄好就好。歹找，家去定做去赚。只要有，只要有，只要有。来，要多好闻，少年的，我了解一下。好，来，要多好闻，好来。老师，学学学学，哎，也很怕哦，多好都别了。哎，你后边黑唔能给他堵掉。我怎么休息？你讲堵啊好啊，啊我未抽了，我是遐长才堵啊好呢。你无看报纸？报纸啥啥？有一种会当扭长的机器。所以我无法度拄啊好，我啊扭遐尼长，大家刚刚讲恁对方刚刚正经，会对啊。我贺大哥，我还是恁拄啊想拢拄啊好，我唔变无见。好啦，唔是，你最近有咧扭啊嘿？现在去看哈表演，看谁来到底有啥物人真正去。啊对，我无想袂当拍，我无想袂当拍。我是要你讲无啦，要你拍啦。我无想袂当拍。你来听讲你先喏。唔通我。啊，你是良心在咧唱啦。我知你有中风过，我知。你啊靠！叫我国三嘛入股啊你。鬼用臭屁咧。来 ，one two three four。你喜欢谁嘛？你被强暴！哎呦哎呦！哎你们，我被开心。你们真的被强暴？哎你们搞我叫一个。靠呀！你自己一人桥流，你们的代志叫哪条桥？来啦，卖吧卖吧，哦，等下比赛，哎，穿啦吼，不是，啊，恁三个，我一个当然嘛穿，不是，咱即马，你是咧穿啥？不是，咱即马比了解个是讲，哎，较贵来是，我听讲，你即马最近哦，
讲报纸，你开讲你叫乌人，有够影。什么报纸讲？什么叫什么？叫乌人。你乌乱讲。不是，我们那边恭喜一个乌人未歹呢。什么？我那叫乌人。叫外国人是咩啊？我叫美国人。但是叫美国人，但是伊的物件是乌人。这我听无啊。这叫外国人，伊的物件是乌人。系啊，因为迄个阿多啊，听讲是因爸爸有一半是乌人嘛。啊！我都啊，拄啊好，那色素都掉一半先啦呢。在，我个无今日是要问看嘛，有咁唔一样？听讲吼，你的长相就斯文。啊，是啊。个性真单纯。真单纯。但是下半身敢那黑人。嘿。哦，唔是，我听你讲都唔对，下半身个原住民。原住民的一种正面，正原始一种的。知影无？莫安尼讲啦，简单讲，我下半身较无人性啦。对啦，對啦我是在讲安尼，我歹势讲。因为我有感觉伊惊过来，伊敢无啥惊哦。我惊啥话？恁拄仔要问讲我叫啥物人？对啊。为啥要嫁美国人？你为什么嫁美国人？为什么嘞？你存着什么刺激吗？对啊，哎，讲出来吃这重咸咸。我老皮。啊？哎呦！我笑一个老皮。我躲你老边啊！笑一个老边啊！是，不是因为哈，打入演艺圈哈，从学校进入社会，第一个工作就是唱歌嘛。对，我一世人23年的演艺圈，我都没有换过工作。哎，叫你讲哦，换过很多。无啦，叫你讲哦，是爱哈搞演艺圈。啊，对啊，对，台湾的大波囡仔，大家拢真好啊。那是要要搞个阿多啊去，是不是？演艺圈嘛，就只做演导诶。有啊，但是我差不多刚出道的时候，我就去有。你第一次婚姻就很棒啊。什么第一次婚姻很棒？我是说贺大哥第一次婚姻很棒啊。帮你讨了棒，我你唔讨一摆结婚未歹啊。等下。你看狗啊你啦！你等下讲看嘞哦。无啦，哎，人你即摆咧做米糕你哪呢？哦，这米糕我唔知，我想讲看狗啊嘞。哎，你用吐人爹爹，你安尼吐哦，你以后别再来吐哦。你要吐落去，等下割掉啊！你讲。哦。啊。拍摄啦，拍摄我唔知伊叫做几个拍摄。本来你咩啊？想哪来真正搞？嘿啦，你想哪样？外国人。不，这一定有一个过程嘛，因为演艺圈的人吼，我唔敢搞。哦，因为我看很多嘛哈，爱博掉爱博掉嘛哈，哎呀那还啊，当然有很优秀的，也有很棒的，但是就是刚好我的第一次接触演艺圈的男艺人哈，给我惊到。哎呦，那有什么人给你惊到先哦？较早有一个哈，出道唱歌，啊，艺名叫做曾心明。曾心。啊，我迄阵蛮难做。那卖工人的伊都只卖艺名，咱工人也不名，无名，人家唔知啊。曾心明安怎？曾心明，哎，都哈。我迄阵啊囡啊，阿姨可能大我一两岁啊，阿姨就带我去一间国小，哎呦，沙丁堡的国小来滴，伊是咧创啥？我唔知，伊就打电话给我，台湾爸啦，阿就叫我出去，啊我公公我就带伊出去，哎呦，结果诶，啊然后伊就甲我带去国小来滴，嘿对，啊迄围墙的边啊有树啊，围墙边啊够有树啊，哎呦，阿姨就讲叫我坐咧啊，啊我就乖乖我就坐咧啊，坐啊，啊我想讲坐就讲话尔，啊对啊，无是要创啥物？结果讲也够重点。对啊，啊你坐的是咪多哈一嘴，可以安尼？结果，伊就堵落来，什么堵啥嘞？无啦，我用堵昏落去，堵昏要食昏，我大结婚啦！你我有功力吗？我无功力，你就是曾心明呀！对啊，原来就是你啊！哦，就伊看到，就是我，就曾心明。无啦，不是我，我无印象。你讲曾心明不是伊啦？我无印象嘞，我喊你干哈哩？乌到底？你也惊吼，紧张了，太紧张，就讲这哪去？不是，不过吼，那个贺大哥的过去咱卖讲，这段讲了了，好不来？无啊，这段是阮好料。可是我刚刚这段是阮两个故事在哪去？这是我根本这刚刚只要他跟我同意讲出来，我们就无所谓啊。以前可能天真纯纯的爱啦，但是你不纯哦。无了，我纯。我是讲就纯的啊。哎，我讲这，我当做证，我当对天就说，我当纯的，我爱小金，我是无纯吹气，一个人拉过来。安尼好，我有拉过，你讲。要讲，大家紧讲。不是，根本就无安怎，伊准备要甲我安怎，但是迄丛树啊，都细丛的扎袂掉嘛。哦，所以就你得好小啊，大大大丛扎袂掉，我足长个。那有可能？你讲我袂讲。不是啦，伊丛树啊，伊是枯的遐，你哪里扎袂掉？迄人安尼呐。而且已经国小离阮兜足近嘞，所以我若喊救命吼，我妈妈来就死啊。伊居然拢无喊。规样拢无法，拢无听得声。我大惊伊话，伊拢无法。
你今天就是要讲就对吼，我本来讲有足侪代志歹讲出来哦。哎，我话都卖讲。卖讲无，你讲。我你讲，咱这卖讲要讲啊，不过提议来坐坐，慢慢来讲无要紧。真是的吼。不来不来。乡邻哦。我本来无想要讲。卖你卖。我是为着你的将来幸福着想，我才不爱甲你啊。不来，过去咱拢有过去。今嘛吼，咱的摄影棚内底，今嘛有一张球啊，我带你来去。你有报啊？我无。咱袂使做这款代志。你刚才真正要做伙？不是，为什么我要去隔壁个人？就是因为互伊惊着。安尼哦。系，互伊惊着。起码你看到领导伊翁，你有看到伊敢讲有惊着？敢讲查甫人家世都后做是？所以我爱讲讲恁两个这个物件，无论好歹，拢算袂歹。我甲吴大哥，五百万大哥，迄才是一种悲哀啊！听讲。你知道我出道时，我叫陈亮，对不？对对对，哦，你会记袂？你甲我带去一间国小来，你会记袂？对对对，啊，什么国小？你个国对阿去？带一间读书遐啦，带一间读书，我会记啦。国小边阿遐，既然讲我拄出道阿未红的时，就讲，哎，陈亮来来来，你来者，你明仔载载一囡仔来。哎呦，我叫我载者囡仔啦，我就载者囡仔去。我一时讲，我要买厝号，你知道？对啊，伊结果我讲去，讲去邓囡仔，结果邓什么囡仔？伊甲因某要离婚，讲咱去人邓因呐。哟，啊有包红包哩无？我有包包哩无？哎，这种的无包红包要洗偌久？洗五年啊！洗五年的，还包了多少？加才一包6000块红包。哎呀，你好赚，你也无报我去。你笑的你，迄暗我就带因到食饭食了，你讲哎，杨，迄陈亮来博18啦，我6000就输了伊啊。安尼敢有赚到？在哪位度？哎，少年的，你敢接人多安尼尔？还是安尼尔？啊！我都爱想着唱《容不下》，啊！你咪叫我唱唱歌，容不下你唱歌，容不下我唱歌。奇怪，老师，我怎会在你后天？何音老师，你唱到路边工你也不知呀？唱到老尾苦你也不知呀？老师，我拢有红包呢，我一人拢送一条粉的了。你个看看，怎么怪好势的呢？一条粉多分钱做呢？你也拢加送的？啊，加送啊！以前你唱歌就无人要听。卖讲最近这段时间，佫感冒佫长茧，还唱出来声是鬼要听。我都就是安尼，我就讲，这都等于讲哦，卖互我唱。啊对。哎，但是讲我无，你这歌唱节目，我佫无唱佫袂用的。啊对。我之前喉咙才开刀。你当请一个歌王来替你代唱啊，唐嫣红啊，于天呐。啊对啊。啊，话讲这多，你是为什么要来上节目？我来，咱讲个简单，你是安怎来敢来上节目？你安尼讲就歹听嘞，你凭什么来上这节目？哎，你讲话就比较歹听哦。讲歹听？哎，不是啊，你放心，我不是来跟你脱笑，你放心，不是啊。哎，人个算讲前辈来，人伊问我，哎，咱这节目不是跟他唱歌尔？哦，咱中央有演戏啊。对啊。两个戏就真正赞。这个节目蛮赞。你个出来的话，你怎请他出来？好啦，我总是出来介绍一下，对不？啊，我不是一个人来啊。我袂记，咱早期的五虎将时阵就是咱三个到底个搞捧。恰恰，彭恰恰，还有于大哥，对对对，嘛是主持节目啊，对啊，所以哦，有大多啊吼，三五时，阮两个忝的时阵哦，那麻烦你介绍。啊，对，这块的任务，我是个老二哲学，专门你们不愿意做的事就交给我处理。为什么接下来这一位让你介绍？这第一秒都太假。你安尼讲歹听，你安尼讲对人一种伤害。是，因为这个人呢，无人捌你，所以你也介绍大家熟悉一下咧。安尼吼，你安尼讲的实在讲吼，我无法介绍袂使。是啊，你虽然第一秒都加强一点，无管，但是人生了真水，歌嘛真好唱。伊个歌声也是讲是台湾的惠尼休斯顿呐，惠尼休斯顿。我当时有人想要恶吧讲话啊，伊个歌声嘛是好，到起码无出过唱片啊。有捌出过啊？捌哦，捌出过。哦，今天捌出过一地个无红呢。嘿，出过了，头家就倒啊。惠尼休斯顿头家倒。唱歌不是歌好就会红的，对哦，对不对？哎，时机嘛好，运气嘛好啊。是啊，这个查某囡仔是外形是水。但是运气歹，俺算水小查某，啷个说计不怎么会啊？无啦，我山山崩，我海海倒，你哪好？我也严重啦，没啊严重啦，你是体格较歹尔。我好叫做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啊身材是讲个五五身段啦，体格吼，没歹啦，没歹啦，是查某会掉啦。不过伊主持节目伊演戏拢真正赞，那演好在嘛真好啊，安尼嘛真古锥啊，安尼好，今嘛主要吼，哦我由亮哥来主持来介绍今天，我来介绍，这位是也算我的小妹赶快，是，人古锥个善良，虽然体格较歹，但是歌声真好，咱来欢迎这位超级无敌大美女李祖宁，哎呦，你要先过来，好久不见。
开心节目哈、哦。这个比你讲，只要节目有你啊，是就非常的声势。真的吗？哦，给他的水哦。好紧张哦。哎，今天唱好好爱我，就戴着帽子。看他凤飞飞。对啦，他赶快。愈来愈水，真正嫁人了，人愈来愈水。感谢你，真感谢你今日上节目啊！嘿嘿嘿，今日节目讲错未啊？哎呀，亮哥，你人人自豪，你的节目竟然有贺大哥跟凡哥一起来帮你这个偶演丢丢啊！啊，对对对，啊，贺大哥好，贺大哥好，啊，凡哥好，凡哥好。伊都话讲，阮两个是偶演的哦。系啊系啊，你是讲阮两个来给伊探班就对了。系啊系啊。没有啊，我跟你讲，这款的哦 ，A 人的背骨，我来讲这哦。哎，安怎讲？我哪有啊？我才没跟你介绍。你还特意来到三江姐，为什么被篡位哦？不是啊，因为哦，那个亮哥特别打电话来说，他开了新节目，是是，一定要呢叫我来给他偶演一下。他说，然后今天会有很多老朋友一起来给他偶演，那一定就是贺大哥跟凡哥的嘛。你动作，我们今麦来做大集合了，对，生日都快乐，对。那是拄啊，等亮哥你发通告，不今麦老狼哥你发通告。嚯，你认为是好的呀？喜欢人我给啊，这种是没通告呀。啊。不是，我们今天是来叙旧的，因为我们以前跟凡哥一起都，我们三个有主持，早期有主持一个这个节目，对不对？叫做快乐三人行，三个人行嘛，对啊，有很多短剧我们都一起演出的，对啊，老朋友见见面了，对，我们这几个几乎都是合作过，对对对，对不对？而且这个祖林是唯一逃过凡哥魔手的一个女孩子，对，看看那个样子，以前我就看不上了。哪有你这以前祖林跟咱到你那工作的时阵哦，他那时候是演短剧较济啊。对啊。迄早期就规讲啊，你男朋友哇，男朋友咧做兵啊。对，马祖。一做兵转来呢，就马上跟男朋友如果斗阵，马上隔无偌久就结婚啊！你讲。结婚去啊！哇，贞节牌坊呢？对啊。没有人追啊。无啦，那无人追，凡哥定来给你掀滚，你袂记啊？掀滚啊，就跨节啊，有穿安全裤就。喂，卖欧人讲，我无给你看诶。哎呀，真久无给你掀了，你无你看了。真的有，真的有。你一掀头一个，我掀第二个。无啦，一掀你两对，我知影啦。所以以前咧后台啊，大家感情拢足好，真好啊，对啊。转眼就大家熟识时阵哦，拢是来孤男寡女。是。佮想袂到啊，一段时间过。阮三个大家拢结婚了，对啊，假信哦，阿贺大哥嘛离婚了，所以提到结婚，很多人说，哎，结婚是个重要人生的一个阶段嘛，对对对。冇你结婚的时候，就只能讲，哎，杨帆咧结婚的时候赚真侪钱，这倒对文雅无？文雅有，你搞阿进明，文雅杨帆哥结婚的时候哦，真正讲哦，赚有够多，背包有，我是叫你搞阿进明哦，文雅你是咩人？我靠，你讲啊！去参加杨帆的婚，足假的，连食剩饭都无啦，我讲阿叔人饮茶的吼，真的，后果袂见小呀。而且他是用下午茶的方式，他只下午茶场地便宜啊，对啊，然后他只限量那么多点心，800个客人进来只有200份。对，拜托你有点良心，我们订80份就够了。而且杨帆大哥还没有椅子坐哦。哦，那没样。就是讲人去一下啊，就走啊。我知，我过唔赶到回来安尼，哦，真气势多妙样呢。气势不养得你无掉呢啦。所以讲，我当结婚嘛是在趁钱啊，脑筋好溜啊，怎么样乱谈？对是啊。所以后边我一个人都用自助餐，对不？就是用自助餐啊，都是管你们家。但是我无啊，啊你办到诶，啊你办到，办百几桌。我连讲我结婚哦，我办在豆浆店头前，吃三点，大家吃三点啊，吃豆浆，哎呀，吃豆浆，烧饼一条，陪豆浆，我放几个包啊，对不对？客户，客户，将个粉丝给啦，我给一百好啦，你有机会，你啊，我一百少一百啊，一几百百帮给啦，真的，哎，我没去啦，嘿，后边你结婚办，拿走的不错，哎，亮哥的贵也算讲办。我这个传统，老爸老母底那个传统吼，啊，爱照迄个老方式办百几桌，结果呢，啊。剁掉啊！你剁掉，剁掉！因为剁丁拢啉了上好21年的杀戮啊！阿婆阿婆吹过剁头啊！你哦，啊个剁头啊！你，他唔加面啦，他只输输了你啊！了有限啊！你啦，我心情就郁卒嘞，我想要加一百块买。你那边对我以前在看枪，哇，这台面准备要买起来呢，今日我们头家唔免啦。免啦。啊，我只多啊好诶，我只多啊就是讲我甲亮哥吼，迄个时阵差不多同时间要结婚，差三个月，差三四个月。啊，我呢到邻居美国，在美国我们就有一段，就说我们在拉斯维加那个时候。赌场，哎，赌场可以。我们在正台湾正式结婚之前啊，我太太跟他太太啊，还有凡哥跟我们四个人就在 Vegas 度过一个
对，很美的一个四个人砸在一起，浪漫的那个砸在一起，不，那个四个人在一起结婚。那个时候拉斯维加斯已经接受同性恋结婚了吗？喂，就凡哥跟亮哥啊两个老婆各自这样结婚。不是他们俩，我要找同性恋也不用找到亮哥啊，我这个样也不像啊，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录下一个影片，今天真的难得，对，可以看吗？我刚好有收藏在亮哥这一边，我有把它拷成录影带了，对，那个外国牧师。我想凡哥跟我英文都不太好，他讲什么听不懂。我们只要他就是问你愿不愿意嘛，愿不愿意？你只要讲 I do， yes I do， I do。我们来看看这一段 I do。Pledging to remain faithful to them. If you agree to that, the response is I do. I do. I do. Okay. And do you, Julie and Zuyo, commit yourselves to sharing your love and affection for Eddie and for Pei Fin?That Eddie and Julie and Pei Fin and Zuyo are husband and wife together, and you may kiss the brides. All right. 好，哇，你看看，哎呦，好特别，而且。一拜吼，我觉得就得输的代志。嘿，你记不记得？亚萍姐也在现场，你看。亚萍姐在现场啊。亚萍姐去干嘛？证婚人呢、啊？证婚的事啊。他没有，他没有起价吗？没有起价。没有没有，我记得。外国教堂怎么可以起价？哦，丢了丢了。看他多神经病的样子。一拜喜欢亚萍姐跟戴永琪呢，因为那时候拉斯维加耶拉霸，有些脚趾老虎的哦。迄个当初吼，迄个时阵就讲，迄段时间讲听讲规定。多场吼，要救出来啊！救偌济，你知无？多少？1300几万的美金。美金。目睭金起无？卖讲你金起，拍过阿坤都金起。我金起。将军要死个代志。太多了。贵啊！够人救我跟你讲，迄天的，阮拄啊结婚，迄天拄啊8月初5。阮拄啊要结婚，迄天结婚，迄天阮就听伊讲啊，无咱四个吼，运气真好，拢结婚是好事嘛。对对对。诶，咱贵落来，伊一间，迄间叫做迄个 Church Island。咱就讲落来下骹吼，来个揪揪看卖。好。一人出100块美金，来个揪看卖。结果咧？结果，大家就去食饭，食了说袂记的啦。忘记这件事，拉霸了。迄天的暗时啊，在迄间饭店内底，1300几万就带遐揪出来了。是叫什么人叫的？怎么会忘记？叫一个迄落提一种旁白，旁白的 waitress， 嘿，查某查某囡仔，服务生啊。嘿啊，伊拢会穿迄落网啊裤迄种的，我穿迄落三兔女郎迄种的，兔女郎迄种，揪落来1300几万的美金。伊东南，阮四个七条路啊，唔是条路。阮四个他妈为60几条跳落来，这气的啦，咱无理由安尼。目的遐结婚就是为着要去揪啊，竟然迄间都无去揪，拄啊东港就揪出来，你看麦。真的是，真正真衰，有影有影。是，嘛真欢喜啦，看别人钓嘛真欢喜。你有欢喜，我唔相信，哪有欢喜？啊，本来去又无一定去咱揪钓啊，对不对？对啊。迄揪的头脑关系啦，吼。啊。大头关关嘞，你唔通听阿坤胡乱讲，哎，那种靠运气，那靠几率的，靠运气啊！但是那没有遥控的，我讲，真的吗？有啦，你到电动玩具店都有遥控的，我跟你讲。这个旅客大哥知道电动玩具要输多少？是台湾的啦。啊，不过有个亮哥高级的就好。其实亮哥哦，生头一个囡仔群，现在几个小孩？两个吗？两个小孩嘛，就那两个，一个汉俊，一个汉谦，小孩都像他嘛？什么像他？跟他一毛一样。哎呦，一毛一样，对，好可爱，一毛一样，随身携带他们的照片，哇塞，对呀，真的跟你好像，身材也像吗？身材一模一样，真的是，也还好，大刚林武林小弟弟，完全没有像到妈妈哦。而且有一次我记得那个小的这个生日的时候，对对对，我的丑问到豆豆，还有你，还有小女娜娜嘿。到底去参加也是的。我恁爹，恁查某囡仔，豆豆跟娜娜，努力考好点。反过来就娜豆，娜豆鸡没有。我去参加爷爷生日的时阵哦，哦，因那囡仔汗臭哦，跟因那囡仔个性跟亮哥有影足共。哎呦，我囡吼，啊个带我妹妹吼，啊个带伊的同学去啊，尔三个人嘛，啊因到两个嘛，啊伊就看因三个礼拜，伊就伊个伊个迄个大汉的跟伊细汉讲。他们有三个人进来，我们扁他。为什么要扁他？怎样？我防备之心放大。你对呢？你对，你不是怕那个蛋糕被吃掉了？爱吃那个蛋糕。而且哦，亮哥的第一个汉剧那个小孩，除了医院
那个医生帮他剖腹那个人，嗯、还有自然生嘛吼，哎、欸，剖腹，剖腹的、啊，剖腹那个医生，还有就是林之佑以外、嗯，第一个看到那个小孩人就是我，因为你在那无闲嘛，对对对，啊，我都要头一去医生馆跟我太太去嘛，火黑囡仔都哦，只是包哦，那个上面那个布还有血哦，嗯、头一囡仔看到了我，我那个动的头前，我就心讲，哇，亮哥的小孩。我就哇去呢，我不是看有囡仔生出好看，有像亮哥无？我是望个腿，哦，个大腿人望了，亮哥对，已经断了对啦。虽然囡仔不想偷生，就是安尼。袂偷生啊，生出来安那就是安怎，我讲袂糟践你啦。但是你放心啦，我足烦恼伊袂大汉的，起码拢担拢个肌肉长安尼，担块哩肌肉。就扯腿就好了。有你用起码我起去看卖下咧。好腰啊！你是在你是在吸引另外一个所在，那卡面啊，你吸卡蛮好，我紧啊，卡啊，免白白大紧，白大紧我紧啊。我今日哦，今日确定啊，真正要跟演这戏啦。嗯，但今日主宁难得来嘛，是练唱的地方啊。真的，我们这边是这个很淑女啊。我以为是练唱的地方。你以为哦？我跟你讲，唱的好不稀奇，唱的不好才有收视率啊。哪有上次有三个男生过很糟糕的？没有。是你还是谁啊？哎，啥哟？别啦，收视率很高哎。那我开玩笑，我现在主持歌唱比赛节目，随便都破一。啊，对嘞。哎，他主持歌唱比赛呀，有台哦，礼拜几的？礼拜六的。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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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刚才所看到是他们丑陋的一面，我们现在看正正式的一面，好不好？啊，你弄怎么样了？你起码继续看，还是不？这是哦，咱从以前演台剧的这段算讲上险、上辣、上牺牲的一段。哎呀，这段不好看，不太好看了。嘿，嘿呀。哎，你好，你好，何大哥，哎，啊，是，哎，注意休假，这是贺董，想要请你喝一杯酒，不知道你有何多接受无？哎呦，哎呦。酒量真好嘞，伊是来，伊是小可有啊讨酒的哈。啊，是，小姐，贺董讲这是房间的锁匙，你唔知有法度接受伊的邀请未？贺董，贺董，哎呀，人生上快乐的这个时阵，我有什么什么快乐的，对不对？哎，亮哥，哎，阿诺，我也是，你嘛给他倒看一下，这款艳遇我，哎，你有无我？你搁咧看什么？出国人吃一个不要的你啊，安尼哟，你安心，亮董。啊！咧，阮这所在吼，三不五时啊，拢有一挂单身女孩来个现场。有呀。嘿啊，无来靠家己的条件，你有条件够，当然无问题。人个好动，人个是人缘投，够条件，够有钱，对不对？你人矮，佫唔敢开。啊，消费加一挂福利啦。安尼吼，哦，你的消费拢20块，什么时代啊？看你行不嘛，2000呢？安尼哦，无问题。吼，迄音乐啊，甲你放落去一个。亮董，哎，慢慢来享受吼。你好。哎，小姐，你是为增卡来的哦？哈？为什么安尼讲？我看你警察呢吼，真鬼故安尼吼。开玩笑，我们是淑女。啊，淑女。是。头一摆来阮的店没有？第一次。是。有什么好喝的可以推荐给我？哎，有，你稍等一下哈。谢谢。小姐，哎，这位叫做王董的，是，伊讲要请你饮一杯酒，唔知会使袂使安尼啊？
是是是，啊是，啊，哦，亮董啊，伊讲你要请伊啉烧酒，伊讲你是啥物东西？你若要撒伊泡尿照镜，看你个星座啥款，伊想要啉你的酒，王八蛋！不是不是，这这。想要杀你，想要杀你是伊妹还是你家己加？是伊妹，还是我先刷个加落去？来消费靠钱。是是是。哦，是是是。小姐，啊，他都因为你讲迄几句话吼，所以讲亮董想要请你啉一杯水啊。小小小，哇哟，鬼香鼓拢打你啊！对对对，嘿嘿，是是是，我坐定。喂，喂，谁错啊？这个，好，不要紧，不要紧。啊，是是是，我了解，我了解。亮董，伊小姐嘛，我们请你。哎呦，我上麦去。哦，你真好笑呀！亮董，亮董，你鬼香鼓拢打你啊呢？都定员拢打面，是是是是，哎，是，小姐，诶，王董的吼，我们请你啉一杯萨斯，哎呦，哦，鬼人拢挂起来，哦。三叫恁歌要唱才歹，哎，这沙鼠无气哦，啊，无气吼，歹势歹势，恁刚外口气嘿，王董请的沙士，沙士掉，我知我知，王董，小姐，我们请你啉一杯咯，番茄汁啊，我来只水干个喷落去。你要扣钱，我跟你讲。哎，亮董，哎嘛，你跟伊个小姐去讲，是是。哦，我深深的了解。小姐，哎，亮董讲，他都多谢你的好意哦，千万别上你一个扇子安尼啦。哦，运气确实有够好。哎，小姐，哎，哎是。谢谢王董的扇子啊。是是。这么热情哈，王董，你的扇子，你的多谢你啦吼，伊讲要送你一个饼干盒啦。你头拢送一个两个，两个对啦，嘿，对两个哈，哎，敢那无啥不行嘞吼，哎对，哎对嘿，你袂晓唱歌，会唱歌就是伫遮，嘿，敢一定爱跋遮大。拜托，是小姐。嗨，哎，亮总讲哦，伊讲要送你一个蛋糕啊。哎，到底几个啊？几两个啊？几粒啊？几粒啦？我咧，哎呦，哎呦，天吃饭，把猪拢看无咧。哎哎喂！笑牙笑牙，来来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别，安哼，安尼我就知影意思。哎，卖甲我讲啊！哎，你讲啊！笑牙，嘿，我知啦。敬业啊！来啦来啦，我跟你讲。你免讲，我了解意思啊。了解啊！我完全了解。哎，微信说比赛偶然赢的。亮董，你头上一个蛋糕吼，伊有咩回敬你两个？哎呦，哎呦，唔当乌人讲笑啦！哎，你这吼洗三面钱，迄肯定有皮杂碎爱开咧，你空空。哎呦呦，哇哇，规桌顶拢全湿，你看嘛，哎呦，
小雅，哎，小雅，小雅，我先说你该抽好了，嘿，你该抽，嘿，来对无啊？好好，王董，我都请他吃了两个蛋糕，对不？金马，嘿，我决定了，你决定，嘿，很重要的事，是，好不好？上道吧，哈，王董，机会来啊，啊，小姐，我们请你洗香菇啦，啊。哦，啥你要哭吗？这查某就是个贱骨头，你用早公公就要创啊只歹看，对不对？对啊，出来好对付，甲黑笑就好啊。对啊，要甲咱欺人，今麦才要甲咱到底谁人哭啊？到底谁哭？是是，我同意。阿你王董，哎，我今麦就谁人哭啊？我来。王哥。乖乖的乖的好了，哦，这乖的太水太水